啊，大家拢讲我是港湖胖虎，不是港湖女神呐、啊。一跳，爱就开始煎熬，每一分，每一秒，活在烧，烧成灰。高音的时阵吼，迄、那个魔音吼，吼、哦、啊，快要炸裂音响吼、哦。啊，为什么叫我港湖胖虎？因为大家拢外口讲啊，口腔伊唱歌都恐怖，都歹听，安怎安怎。啊，不过即摆新闻足侪拢假新闻呐。啊吼，因为知影我唱歌足好听，超过伊就讲我唱歌歹听，就是惊我唱歌一直唱变歌星啦。我马上播放啊。其实我不需要音乐。你听。啊，尤其吼、哦，伊飙高音的时阵吼、哦，啊，唔知阮只音响准传了较无，吼、哦，较无够吼，吼、哦，音响拢用咩破音哩吼，吼、哦，还、啊、迄高音的时阵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魔音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啊，快要炸裂音响吼、哦，啊，唔得嘞，事实上也给我们乡亲带来很愉快的周末。歌星都是这样。咱这届吼、哦，政选总部成立吼、哦，啊，然后高委员、高嘉瑜委员吼、哦，大力为我们唱了这首歌，然后带动大家欢乐气氛。我觉得是对竞选是一个很完整的那种很美妙的一个节奏。然后我们也希望当选之后，我们开创观光新世纪，打造威尼斯海岸，这是我对布袋人的一个寄望。我嘛要甲大家讲，这个愿望我绝对甲达成。